首先看的是咱的郭昭佑，伊请教阿爸老师，有关这任务已经三冬了，新药啊呢一直拢生了无公盖理想。进前呢，看到吼有一个过去的一个内容，就是讲伊爬文啦吼，啊没有提到吼这个问题，就是讲伊进前可能问个老师，啊唔知讲无讲到这方面的这问题，啊因此呢今日呢有拄到吼相似的问题，想要跟你请教一下，就是开花这花苞呢。有严重的这个碳酸，全部拢烂了了，啊，拢无通收，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碳疽病、碳酸这个问题，要安怎来处理？首先吼，你先看一下，就是讲伫这个叶啊吼，伊的这个叶子吼，那么叶缘的这个所在叶基吼，那么规个你会看到足明显吼，从超大起这款的这个情形吼，啊，这咱有当下。咧判断即个是毋是是生理障碍吼，还是即种病虫害吼？即一般啦，病虫害咱无遐衰啦吼，一概做伙钓呢钓一大片吼，即一般较少即种遮尔啊歹运嘛吼，所以即个情形会较少啊。但是呢，基本上那是即个生理障碍吼，伊那是生理障碍的时阵呢。那么大多数伊就死一片做大片的吼，大概会有一大片呢拢会共一个所在的，拢因为这所谓生理障碍的是讲伊唔是病害，唔是虫害吼，是因为这个营养欠缺，是因为经济拄着水，是因为这个环境吼，唔是我家己无法度，是环境来所逼啊呢吼，这大概是这个道理哈，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那么，但是你这个叶啊、草搭灰啊，会搭起哈，尤其你第一个相比这种叶子呢，这个小花草搭哈，那么这个乌线，但是咱一般咧判断这个炭疽病哈，就是讲伫尤其伫嫩叶管顶哈，伫幼叶啊管顶，咱咧判。他在判断这个碳酸的时阵，你通常你会看到有些款的一点哦，稍微有一圈哦，这款的这个情形哦，就是讲很容易呢，咱会去看到这款哦，就是讲会直接哦去判断呢，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一点这款的这个情形啦吼，所以那么这个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容易哈来改。来改这个断定吼，所以你这个看起来不太像是炭疽病吼，倒是呢比较较像这个疫病吼，较像这个疫病伫这个叶啊管顶。那么这个呢，因为落雨啊，像那长期的这个落雨吼，还是有呢，因为比较容易吼，比较较容易呢有这款的这个疫病的这个问题。但是你讲疫病又不太像吼，因为疫病通常伫这个莲雾内底吼，大概咱看开钓诶，在叶子上很难看得到吼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比较去难哦，比较较难去这种较歹来解这个断定诶这个所在。但是呢虽然讲看起来无一定有安尼一点吼，没有很明显吼，但事实上以这个伫灰管顶吼，在灰底下的灰管顶呢出现诶这种吼，这个。那么很有可能哈，确实是不是含这种这个有一点关系哦，就是讲这个是不是有这款这个炭疽病的这个关系哈，所以那么这个倒是有这样的一个。有这个这个可能性吼，所以呢，咱伫风雨当中吼，可能呢爱稍来改这个注意的吼。那么伫这内底吼，这个落雨了吼，落雨了大概有几种的这个病吼，拢真容易来改这个发生吼。比如讲这个果腐病吼，果腐病吼，炭疽病当然嘛是黑啦吼，果腐病、黑腐病吼，这个大概咱伫莲雾内底吼，这个。一般通常会较容易去看到吼，大概就是讲像这个果腐病果腐病唔是讲干那滴个啦吼，它在其实在叶子上也是有可能的吼，伫这个叶啊管顶，那么伫叶啊呢，伊这个算那是。这个看嫩叶节节所在，较容易来改这个三星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伫叶啊管顶呢，嘛有一款的情形，个来就是讲伫这个花苞吼，迄、哦那个苞片哦，这伊只遐吼也是会吼、哦，这果腐病吼、哦、这款的这物件。
那么各一个吼，各一个就是黑虎病吼，火虎病加黑虎病吼，这拢真容易去感染掉，就是讲伫落雨的时阵，火虎病、黑虎病啊，咱即马讲诶，得刨除掉这个啊，割纯粹割死的一个这部分呐吼、哦，所以呢啊，这款呢，但是你讲火虎病、黑虎病，还是讲像这个啊，这个诶。炭疽病来讲，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，哈这种物件拢无啥物要紧，哈。那么，按我讲叫做无啥要紧的，就是讲因咧用的药啊，基本上就没有很特别，哈，就是讲啊，都是可以用的，是同一类的这个用药，像几度也解这类用药，哈啊，所以呢，你可用的是讲伫这类落雨的这期间。那么特别注意哈，尤其伫这啊，这种花哦，这类花的这类啊，伫有呢哈，有迄个花的一个这类啊，开花一段期间哈，小花有咧来回报进行哈，看一点回报的要来啊哈，那么这个时间呢，红地哈，红地红地的些时间重要啊，就是会比较啊注意一下哈，大概是安尼。我另外一种这个特性是吼，就是讲你奇怪啊，好像吼，这个有弄个地方呢，超大体、超大体啊，吼，其实有时候会出现吼，就是伫啊，伫幼苗啊，吼，伫这花节节所在，那么像咱听朋友这吼，就没有很明显病斑啊，但是伊也是花呢超大、超大啊，那么这种呢，爱小心哦，是有一点这种缺膨呢，一个这个现象哦，这缺膨的时阵呢，啊，有时啊买安尼，但是这个没有那么明显的哈，就是讲啊，有当时啊，咱会去考虑的，讲你那是全面性拢差不多这种情形呢，啊，你爱去看买啊者吼，要进一步去断定吼，这可能含膨有很大的关系。哦，你若讲加一包一张半张，啊，这含膨呢，大概这个关系就没那么大。好，按我讲，这个关系没那么大的，就讲因为原因是因为。伊真有可能吼，嘛是一挂即个病害，啊，要确定是毋是即个病害，比如讲啊，今年已经发生啊，吼，拄则我甲伊讲着啊，这个大概就是那几种可能性吼，即个黑虎病、果虎病，那甚至即个炭疽病吼，伫花甲幼苗啊、甲花管顶呢啊，容易发生的一个即个啊，即个病害吼，所以呢，这点呢啊，可能呢。在咱的管理的这节当中，就是稍来注意到另外一个，就是讲啊，真侪会去会去甲催花，会去甲伊这个吼，咧、哦、催花的时阵呢，那么去喷一挂这种啊磷酸的钾是啥物款吼，这些物件呢啊，就是磷呢给它太高的这个磷吼、哦，所以呢就会容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改这个三星哦，所以这点你可能爱稍来注意到吼、哦。那么在这个管理当中，就是讲你提早吼，比如讲赛普富泰宁，比如讲亚托敏、三佛敏吼、哦，那么这类的这个这药啊吼，在雨季要来进前，你提早来改这个做管理，那这拢会当有得到较好的这个控制。好、哦，那后面哦，后面呢，伫开花，那花有咧开啊，哦，伫这个后面就卖互伊伤济，这种的一个这个啊，还去什么催花啦，什么款哦，这有诶啊，因为恁无较早好嫁吼，即、哦、马好像就没那么的啊，无虾米啊，遐有吼，这个呢啊，问题比较麻烦哦，都较无像你啊啊，大概咧就感觉上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用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这简单讲的是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，但是你这个管理上啊，不啊，其实还是特别甲你提醒，吼、哦，特别甲你提醒呢。那么，会当稍来注意者，吼、哦，稍注意者，这个啊，有当下伫这个叶面肥咧使用的时阵，还是要很小心，吼、哦，这个因为当下你后面消化伤着，吼、哦，所以反而容易引起一些病害，吼、哦，一寡病害的较容易。来改这个发生啊啊，所以大体上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这里家好，然后朋友好，小周姐常客啊，嗯。